休。我就不信，没有30年不露的大王，就为了300倍啊，就为了这么一顿饭，你就把你爸一辈子的脸都丢尽了。你要有超前意识，你得往前站一步。哎，大姐，你看啊，这货都便宜着呢。哎呦，小姐啊，青春不美，过期可是后悔啊。您看我这牛仔裤，上英国女皇，下可以穿到印度国王了。如果您要穿上我这衣服，哎，我保您。您要穿上我这衣服啊，我保您真。哎呦，您这眼睛。瞧，站一站，停一停，看一看，来，我罗帽加上身啊，也在亚的坎肩，您两边穿了啊，哎，瞧，看一看，来，瞧，看一看啊。你这怎么跟烤上支上摊了？哎，肖校长，您让我待一会儿吧。哎，我说刘谦，哎呦，我拿包方便面。哦，好嘞，方便面是吧？哦，哎，我说啊，你怎么又瞎涨价啊？怎么了？昨天这方便面还3.5毛呢。这税储造功夫就变成4.7毛了。哎，八大类生活必需品调价，你不是不知道啊？八大类包括方便面，面粉、白糖一涨啊，凡间面粘糖的什么不跟着涨啊？你当我愿意呢？这不是以点带面吗？哎，老兄，哎，是吧？嗯，你不是要买台彩电吗？我托人呢，给你办了张彩电票，人家要400块。一张彩电票就400块，人原先要600呢，这不是知道你是警察才压到400吗？说以后啊，指不定有什么事还求你，让他玩去走。哎，王大爷，您这彩电票600块钱匀我得了，玩去。哎，徐威啊，徐威，你赶紧送孩子啊，我今天又快迟到了。哎呦，你这一宿点灯熬油的，晃得我都没睡好，困死了。我不是也是为了工作。哎，嫂子，我去给你买点早点吃啊。哦，不用了，你接着睡吧。你这一天也够累的，晚上还得睡地铺。哎，再有一天差不多了吧？哦，今天我多找几个人把顶子盖上没问题。哎，对了，嫂子，昨天吃的那个带鱼在碗橱里，你调走几个。哦，不用了，你们吃吧，我得赶紧走了。哎，好嘞，慢点啊。想着送孩子啊。哎。金明，那我也帮不上什么忙，就拜托你了。哎呀，你就写你的稿吧啊！哎，哟，哎，金明，哎，宝贝儿，起来了啊！快，把这衣服穿上，爸爸要迟了。来，快，怎么回事？站起来！少等两天脑袋啊！跟你去他咖啡商标去，你们给我出去，听见没有？你不出去是吧？成，那我出。校长，这课呀，我没法上了。怎么了？发这么大的火？您去看看，我们班那俩宝贝儿都什么样了？整个一视觉污染。看我心里啊，都膈应的很。前面啊，哎，慢点。麻烦您了，没事。让你再闹。启明，哎哥，下次追摊你就帮着支应一下啊。哟，你哭了，气死我。游园可好玩了，跟小朋友一块玩多好啊！浩梅啊，回来了。明明是怎么了？明明，嗨，小孩子不爱去幼儿园。来，
不然咪咪跟我玩一天吧啊！甭惯着他，小孩子不能惯他这毛病。看你。哎，康梅。真的啊，少奶，这眼睛怎么回事？少管我的事，没关系。你跟我说实话，是不是齐瑞哥他？哎，不哭啊，跟阿姨去做头发啊。阿姨给咪咪梳个好看的小辫子。康梅，我问你话呢。你少管我的事。哎。学生守则明确规定，学生不能化妆，不能烫发，更不能戴各种首饰。你们已经违反了学校的规定。你看看这嘴抹的，像吃了死孩子似的。好了，你们现在回去吧，把头发梳理完了以后再回来上课。他们赶紧去。我跟你们说啊，你要让我再看，我已经打着班了。哎，你别听话，你上班去，你谈点事儿。去我办公室。哎，好嘞。学生啊，越来越不像话了，穿衣服也是越透吧，他越不觉得透。就刚才那红嘴唇，上次穿件领口都开了胸那么大对胸来上课，招待他后边的男生啊，哎呀，这简直让他们看了。对不起的啊，我跟校长谈点私事啊。啊，没事，你跟他说。哎，校长，对，给阿离。他说自己耍了大动静的，他怎么动手打人？怎么没有打人那会功夫啊？给他们咱们来点真格的好不好？我这是衣服架倒了，自己砸的。你别替他掖着藏着了啊！小姐，哎，离婚书不递上去了吗？他要好离好散呢，咱没事儿。哎，完了，我给你划了一老外，他不答应再给你起密呀、啊？回头给你找俩刚从新疆回来哥们递给你。哎呀，这么漂亮的头发都这么垃圾呢，我心里有办法呀。那我洗洗，不吹吹不就值了吗？不行啊，这是电动烫头发，你记不记啊？我没看，我用的是进口的发胶，重新垃圾很可惜的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哎，昨天你们俩不刚做过的吗？老师，有点头不行，刚进校门上课的。求求您了，再说了，谁知道本来是这样，是他抢我们弄的，白花了十几块钱。这样子在深圳很流行啊，做起来很费气，我每个人收你们十块半，那么很合算的。哎，我说妈的，你想办法给他们拉直。昨天我就说你这屁大的孩子弄什么脏丝帕啊，学生啊得有个学生样，不是不这样做就没得断了。北京人就是老土，在我们深圳小孩子都是这样子的。嗨嗨嗨嗨，打住啊，别老跟我深圳深圳的，深圳怎么了？不就他们香港一远郊区吗？年轻人嘛，对待爱情生活应该严肃认真，西方自由化那一套是万万要不得的。康美和魏格婚后两年多以来一直是和和睦睦相敬如宾的，尽管魏哲这孩子性格怪癖，少言寡语，对我呢也不太礼貌，可他对抗美那百依百顺的热乎劲儿，叫我和老齐瞅着都眼热呀。所以呢，抗美闹离婚，叫我和老齐都感到十分的意外。当然了，这内因呢是靠外因所起作用的。静波，咱俩这可是关起门来说话。我看呐，就是当年在咱们学校当过工作组长的那个大嘴叉子警察，那叫什么来着？嗨，是跟你住街坊的那个，就是他儿子招本的。陈老师，我的女儿我知道，您说的那个大嘴叉子的儿子我也了解，望风普影的事儿是不好乱说的。总而言之吧，这闹离婚的事儿啊，对老齐的打击是很大很大的。你说现在这市里正搞两个文明的建设，老齐为了这事儿连工作都安排不下去了。
你怎么能拿婚姻大事形同儿戏呢？哎，最起码的你也该跟我们做父母的商量一下。你说你跟魏格他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你看啊，你给我把新北这孩子给我送回去，你不琢磨琢磨跟魏格怎么好好过日子，你老抱着别人的孩子干什么呀？来，胖子呀，这魏格对你是一百一的，你还图什么呢？来，这儿三件了，是不错。我过去是竭力反对过你跟魏格的结合，可是后来爸爸看魏格这孩子，他也是正直善良的，再说他父亲也是一个廉洁的人，生活嘛，哪有说什么件件事情都顺心如意的呢？曾经也有人这么说过，龌龊是生活的润滑剂，你要动辄就离婚，那这不太随便了，这是。我说抗美啊，对待爱情一定要专一啊，这点你一定要好好的向胡同口孙焕章那个修鞋的，你好好跟他学学，那才叫几十年如一日，痴心不改呀、啊、多少人给他提亲，他不为其所动。你现在合着是有家有业的人了，你要是还是有什么非分之想，那就太不应该了，是吧？我还是要离婚。你怎么就这么硬？这婚我离定了。抗美，你要气死我呀！啊，你怎么一点都不损我呢？我跟你说，不许跟谢磊来往。你家圆圆姐，谢谢吧，来，慢点。哎，好像是电视台来的吧？是吗？哟，让我去电视台工作？有事吗？到电视台工作？啊，你看。单位上班的时候背着我们主任偷偷抄的，条件上面我都写清楚了。哎，啊，你听听，本人在甘肃山东军马厂工作，系全民所有制职工，因家庭困难是回北京工作，有愿对调者，工种不限，本人应酬谢人民币300元整。哎，哥啊，你说我跟搞地下工作似的，当初我要娶了那个什么部长的白点峰闺女，那他户口早他妈解决了，哥还用得着干这？我可提醒你啊，咱嫂子呀已经对你够大度的了，你自己多注意，咱可不能干这吃一占二眼观三手里还葫芦着四和五的事儿啊。哎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自己掂量着吧。哎，抗美的事啊你少掺和啊。一个大人的
的人在中，同样的勇气是自然的隐藏。你就像那一把火，曾经火焰照亮了我。你就像那一把火。金明啊，你今天到电视台报道，人家分你个什么工种啊？哦，是器材科工作，给一个老录音师当助理。啊，说白了就是给人家举话筒杆、飞机几分的。不过工作挺好玩的。北京时间。哎，爸，今天的晚报呢？我看来放桌上了，兴许是你哥给抄走了。哎，我说爸，你没事老跟那英语字典较什么劲儿啊？都这么多年了，也没见你念一个单词儿。你们哪懂我的心思？他要是坦白自首喽，我何苦破这半辈子都破不开的闷儿？真是一树不到一树泥。我看您啊，就是没事闲的，回头啊，咱得找张票，然后呢，给您买个大彩电，您就有事干了。哎，这钱还是留着吧，也紧着你哥办户口。新伟，贝格啊，这么晚了，到这儿来干嘛？没干嘛。六，新伟，我一直想找你的。找我啊？什么事儿？就是我跟那个康伟的事儿。你们的事儿找我干嘛？哎，新伟，你知道康伟要跟我离婚了。我想求你帮个忙啊，劝劝他撤回那起诉书。我离不开他。离不开他？那你干嘛打他呀？哎，我没有打他，只不过是我是有点毛病。你呀、啊、你毛病大了。你魏哥，不是我说你，哎，我听说你在单位成天就跟着他，就连他跟其他男同事多说那么两句，你都要唠叨起来没完。魏哥，换成你自己是个女的，你受得了受不了？得得得，你们的事儿我不管。哎，你不是不愿意跟康美离婚吗？是啊。你呀、啊、自个儿跟他说去。哎，别，谢谢谢谢，你别走。我知道康美最听你的话了。我想来想去，就你这么一人能帮我啊？哎，说的不好听点，这其实是一种病态。你琢磨琢磨，你平时就是因为总这么胡思乱想，已经对你的心理思维造成了一种严重的伤害。我不知道你看过那个弗洛伊德的《爱情心理学》这本书没有？那本书啊，对你这种情况进行了很仔细的剖析。所以我觉着，咱们得病不要紧，重要的是能够战胜自我，树立信心。魏哥，到医院看一下吧，会好起来的。你也说我有病，你也怎么看我呀？我没病，我告诉你，我去什么医院？我没有病，我只不过不想跟康美分开吧。魏哥，你这么做只能让康美更讨厌你。你说说你。你动不动你就哭啊，还自己给自己买块搓板跪着。我跟你说啊，这女人最讨厌的那就是男人的软弱。当然我说的是那个精神上的软弱。魏哥，要我帮助你这可以，但是你自己先得做出个人样来啊。新闻，你肯帮我，真的。我知道康美喜欢你，他跟我讲过好多以前你们俩的事儿。哎，真的，新闻，只要你说服康美，
别离开我，你俩干什么都行。滚蛋！说什么呢？你说的是人话吗？我说的是真话呀！我发誓，我说的。滚蛋！你打吧，别人打我还受不了。行，我让你输了，我打死他。干什么呀，你贝子？贝子婶，贝子，我可是从小看着你长大的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贝子婶，你听我解释。你滚蛋！操你丫挤的谁呢？不服咱再约呀、啊！约就约，你说吧。东郊名将，同仁院后门，哪儿都不吝，奉陪到底。行，你们俩等着。我操！傻什么呀？傻什么呀？你们俩等着，别他妈牛逼！给他一大红红！好！给他一大红红！好！给他一大红红！好！那跑这儿牛逼来了，还我还敢去？不敢去！什么呀？前天轰回去洗头的那俩女生，两天没来上课了，学生家长都找到学校来了。我马上给派出所打个电话。你赶紧吧。谁在饭店给你们开的房间啊？是法拉的旺仔。他给你们什么好处了？你们这么大丫头，放了学不好好上，整夜整夜的陪他跳舞去啊？什么也没给，就给两双尼龙丝袜子。包仔现在哪呢？不知道，他去哪儿了？我哪知道？你不知道？上次有个女顾客来告状，说她给人剪头发，手都伸在人后脖领子里去了。我就警告过你，那是他给顾客掏掉进后脖领子，头有茬子。这是我们服务公约里的规定，就这么点事儿，让我跑一趟。嚯，说的多好听啊！那你那女服务员坐男顾客腿上给人刮脸，这也是你规定的吧？哎呦喂，你不知道啊，广东人个矬，他够不着，可不就牵人脚靠腿上了呗。哎，我说你这发廊也该关两天了吧？你先把那猫仔给我找回来再说。哎呦喂，大所长，我请了这俩广东师傅让你下来才没影了，我们勤着关照还等着麻呀。飞爷，你少嬉皮笑脸的啊。我是大校长，你平常老摇头晃脑的，什么养不教父之过，教不严师之惰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就是你培养出来的宝贝学生。同志，这是我们学校的校长，我是这俩学生的班主任，这事儿啊，我应该负责任。我知道他是校长，可你当了半天校长，就培养出因为两双尼龙丝袜子在外边跟人刷夜的学生，哎，这要是给两双鞋，还不得把你的校长饶上？我说您这人怎么这么说话呀？王老师，您这怎么了？
你就别问了你。怎么了？哎，你慢点。阿姨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倒说话呀！来，您把水给我吧。出什么事儿了？你喝一口水。派出所那大队差的警察说话倍儿损，我们冯校长只要他拿话给噎的。哎呀，你说你犯得着吗？啊？顺过来了，整顿。哎，包老师，您躺着，别动了。你一定要严加整顿。啊？一中是重点中学，一中的校风不能败坏在我这任校长手里，为他人耻笑。尤其是你们高三的学生，啊，一定要教育他们要自尊，要自爱，只有自尊了。校长，您甭这么大气性，现在这学生啊，学混不吝。你给他们再讲雷锋吧，他们说你是傻冒青烟过马路。我不求他们个个成雷锋，成欧阳海，我只求他们，你得有最基本的公民意识吧。冯老师，您说得好，教育青年们要有强烈的公民意识。哎，这个话题朴实，又有说服力。这两天啊，新维正在写一篇报告文学，叫《公民从这里诞生》，讲的就是这个话题。公民从这里诞生。啊。嗯，这个名字好。我看他们可以让新伟帮忙写篇稿子，嗯，组织学校的学生搞一次成人教育啊。小陈，来快坐，我给你们倒水去啊。咱们回去啊，跟这个徐校长商量商量啊，争取给他搞出点名堂。哎，你不电视台的吗？你给我们拍个专题片，报道报道我们学校怎么样？拍一专题片啊，没有问题。嗯，就是这拍摄经费，嗯，要不我再去问问我们导演。经费，这样，我找教育局的齐局长，请他们帮助解决一下。你正好捎带手请请他，到家来吃顿饭，把抗美的事给了了。真是件好事啊！改革开放以来，国门大开，难免进来一些不健康的东西。这十年动乱呢，又把咱们传统的礼仪廉耻全搞乱了。文革那套说教也不足以服众，一个国家没有一套道德规范，这是整个民族的悲哀呀。徐校长，现在有了叫五讲四类三热爱。好，我支持这项活动啊。咱们一中呢做出个榜样来，就先从这个公民意识谈起，希望你呢协助我们排好这部中学生守则。徐校长你放心，只要钱一到位啊，我们立即就工作。我已经向齐局长汇报了，他很赞赏，教育局呢答应拨一部分。哎，静波，你这催着点啊。嗯，你们是儿女亲家吗？那你说咱爸是怎么茬儿啊？那老跟人抗美，他爸叫什么劲儿啊？上回就差点把人噎得背过气去。哎，哥啊，我跟你说啊，这回你可得帮个忙啊。什么事儿？这部专题片的撰稿呢，你来负责，把那解说词啊给写漂亮。这没问题啊。哎，要不要我现在就到楼上冯老师家了解了解情况，看看从哪个角度。哎，等，打住啊！我跟你说啊，楼上冯老师家你还少给我去啊。这事儿呢，你就听我和小郑老师的，就照你那个报告文学写就可以了。哎，媳妇，就你上次说那个《公民从这里诞生》啊？对，那个。稿费嘛，不管怎么说你还是得付给你哥有一定稿酬的。你哪知道他本来就欠着人冯老师家一笔债。什么债啊？爱情债。啊，爹。哎，妹子，你见着抗美了吗？没有啊。哦，好像是去法院了吧，听说今儿个开庭调解。哎，瞎调什么呀，我给他们那位啊抬上来点药，用这个调调倍儿凉。哎，那我先放你这儿啊，回头你给他。这几天啊我得抓一女画师去，忒忙老碰不着他。哎啊，我说你别给人弄个什么野药再吃出点毛病来。错不了，倍儿灵，香港进口的，贵着呢，你别忘了啊。行。
孩子成长，利用中国传统美德教育，有父有亲的观念，很成功。齐局长，谢谢，咱来吃点西瓜吧。谢谢，我看可以在全市中小学里推荐，都让他们来看一看。老徐啊，你们办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。这件事啊，是经过一手抓的。有电视台同志的大力协助。好，谢谢谢谢。我们能为教育事业做一点事情，那是应该的。客气。只是啊，这次拍摄经费，希望你们学校能提前拨给我们。哎，我不是已经批过条子了吗？局里批的8000块钱是这次拍摄经费的一半，另外一半还要请齐局长帮忙接。行了，咱俩不要客气。你们听我话，我回去问问财务，看从哪儿再起出一部分。好，谢谢。都亏你了，校长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刘秘书，校长，好，您回去吧，我送出去。好，再见，谢谢。西明，再见。这段时间你可得盯紧了，不然我跟组里的哥几个不好交代，知道吗？这些机器啊，都是我们睡出来的，起码得给他们点一点啊。行，您放心吧，我呀去找我苏大妈去。我苏大妈以前是这个区的书记，现在呢，在经贸部工作。我呀找她拉点赞助，绝对没问题。行，这事儿全靠你了。好嘞。一会儿你让那车等我一会儿。好，好，别忘了啊！你先出去，记住了，我跟静波谈点事。哎，好嘞。先坐。静波，哎，魏哥住院了。他怎么住院了呢？他住进安定医院了。这怎么回事啊？静波，抗美和魏国离婚对他的刺激太大。魏国一直爱着抗美，我想你会感觉到他爱他的程度有的时候令我们都无法理解。齐局长，别这么讲，咱们是亲戚，你这么叫我心里不落忍，还叫我老齐吧。老齐，孩子的事儿一般我都不管，可是抗美这回我真批评他了，他妈都跟他急子拍脸的。可是这孩子，你说静波，这事怨不着抗美，照真的说一点也怨不着的。我也是在魏国住院以后才刚刚知道的，他得的是严重的心理障碍症，这件事情的刺激导致他的精神分裂。有这么严重？哎，我平常对他关心了解的也比较少，他一直想念他的母亲，他母亲死了以后，他就像变了个人，对我也陌生了。我总想时间是医治心灵创伤的大事，却没想到适得其反。魏格真是个孝顺的孩子。魏格心头的负担太重了，那年我被关进了学习班，魏格也被学校开除出红卫兵，他很伤心，但是他却偷偷的把红卫兵袖章别在衣服里头，别只深深的别在胳膊的皮肉里。后来造派知道了，叫他摘下来，他不摘。那帮人塞给他一条武装带，让他抽打他母亲。可是他为了保住这个红袖章，终于动了手，把他母亲抽打的经受不住了。他母亲跑到锅炉房的烟囱上死了。他母亲死了以后，他就像变了一个人。后来我就成了家，这对他来说是火上浇油，刺激太大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抗美来到了他的身边，他就像找到了当年的母亲，把抗美像母亲一样的侍奉。可这就苦了抗美这孩子了，他付出的太大了，想起来真对不住这孩子。历史在这里叹息，历史在这里。你说这火烧的小不溜有一个月了吗？啊！哎呀，你说呀，不是我们家大秃子二秃子给唱的，什么
一把火。看吧呀，爸对这事儿一直不甚了解，你呢也从来没对家里说起。这回我是听了魏国他爸说，我才知道。当然了，魏国这孩子不幸的经历的确是让人同情，不过爸也是错怪了，让你受委屈了。着是天意，灭也是天意，跟人的命运谁也拗不过去。哎呦，我说梅子，没事，你怎么也迷信上了？真是越走越回去。哎，有些事儿啊，就是可遇不可求呀。人别跟命争，不死啊不结怨。哎，你上哪儿去啊？我到医院去看魏哥。哎，开门，开门。哎，金梅你回来了，别在那块谈得怎么样了，有胆等不及你，他先回去了。好，我跟你们说解决了，真的真的。跟苏大妈一说啊，苏大妈当即就拍板啊，说对教育战线的支持好事啊，这样你们赞助多少他全掏了。这太好了，那咱们对牛导呀也总算有个交代了哈。他们家的事儿你们哥俩挺上心啊。哎呦爸，哎，我跟您说，这不是人冯老师家的事儿，这是他们学校的事儿。再说了，再说什么呀？他们家的事儿，你们少沾，尤其是你。哎呦，爸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这可是付出代价的。代价啊？你付出什么代价呀？苏大妈呀，非要给我介绍一对象，死活让我去见面。您说得多没脾气啊！哪拽呀？一张口，赞助就下来了。还没等再张口，人家把对象又给送来。媳妇，你别恶心我了。哎，你说我是去还是不去？你当然得去了。你那位苏大妈套赞助的前提就是给你介绍这个对象，而且我是接受赞助的校方代表，我呀有责任督促你。徐伟啊，啊，来来来，你来一下。啊，你要去啊，自己去。您就跟你说，这苏大姐给她介绍的女朋友是干什么的？说是苏阿姨以前的秘书，后来调到一家外资公司当什么经理助理。见面的时候，你跟着一块儿瞅瞅去。我？这不大合适吧？这个，叫你去你就去。哥，看看住住旁边那位。怎么着？你上还是我上？废什么话呀？是你搞对象还是我搞对象？那老爸发你来干嘛来了？啊！别贫了，快去！去。啊，对不起，来晚了，坐。不得行，是爱情。你别碰我了，你干什么你啊？我啊，行了，快走吧，哪那么废话？我要推门，我不是坏人，慢走。哎，叶肯，对，来了，刘导演，我跟你说，千万别跟我喝酒。哎，你怎么又来？
去上学啊？到这种地方来干嘛？玩啊。玩？这么小，谁带你来的？谁点气就跟着玩呗。刚才那两个人都是来带你玩的？那个是导演，我来还东西的。还东西？什么东西啊？就你手里拿的东西呗。这不录像带吗？哥们快收起来，炸雷子。什么？啊？你给我说清楚你！你别急，我能不着急吗？你看，这个你比相信我，不管用。去你的！哎，少奶，我给你拿那位笨的药，心里同意了吗？药啊？我也不什么药啊？我是跳你床快醒去了。同志，不是，我都说了多少次了？你哪儿说话？你得让我解释吧。你可以解释，你不是说没有传播化毒品吗？这是什么？你准备送给谁的？不是，同志，我还是刚才那句话，这根本就不是我的。那里边放什么东西？你什么也甭说啊！你什么也甭说了。我每次见着人都说不是自己的。你跟我们回所里，什么都解释清楚了啊！好，跟我们走药吧。走吧，走吧。哎，徐威，徐威，你往公馆去。你跟他们解释清楚。啊、来，走吧，走吧。Oh,